好，嚟到复活节前嘅一个星期一嘅 MHK 每周通讯，惊涛骇浪之下，我哋都唔知第几 kick 嘅呢一个噶，超哥。唉，差唔多应该系十 kick 啦。录咗十次，讲同一个 topic， 讲十次，每次点样起码十几分钟之后又断，真系大两镬。系啊，真系冇办法。而家澳洲咧，其实都系有啲咁嘅情况嘅，就系佢虽然话而家佢有呢个宽频啊。但係佢嘅寬頻咧，佢都會有計，即係呢個所謂叫做 PR 話，或即係浪 PR 話啦。咁啊 ，PR 話有陣時即係放咗工，就係開始大家就會用個容量高啲咧。咁可能個社區一個 share 咧就會扯得好犀利，即係都唔出奇有啲咩問題。咁啊，今日咧我哋錄影之前咧，我哋已經係錄過好多次嘅啦。點解咧？開頭用我部電腦錄，咁但係又發覺錄啊超哥啲聲唔得，因為我哋用咗一個新嘅 system 去試啦。咁啊，跟住用手機錄，就去翻阿小花嗰邊，就到依一個嘅 networking 有啲嘅問題啊，各方面嘅嘢，總之就搞咗好撚耐。咁啊，即係都講到啊，起身先感冇曬。咁希望今集嘅 MHK 每周通訊唔撚跌鍋啦。啊，超哥，你而家依邊係咪已經進入依一個嘅秋天嘅狀況？但係有冇翻風啊？定係好凍啊？定係又變翻夏天咁啊？好撚熱咧。據我啲朋友講咧，其實 Sydney 咧，其實咧秋天咧都會特有風嘅。咁我哋南邊啊嘛，即係其實我哋係即係所謂叫向南邊，即係叫東或者叫南啦。咁嗰邊咧，佢哋話都會有啲風咧，係呢啲咁樣喺個大海嗰邊咧就扯入嚟。咁啊，秋天咧就都凍地嘅。咁但係咧有陣時去到中午咧，其實就同夏天冇乜分別，都有成廿幾三十度，都幾熱嘅。是但是现在小朋友是放在 Easter Holiday 了，已经是小朋友，是啊，现在小朋友已经是放在这个Easter Holiday， 那这个 Easter Holiday 呢就差不多两个礼拜。是，那好啦，今朝呢，那我也收到个信息就不是太好啦，这个港台自由风自由风那个节目主持人欧嘉伦呢都被港安公署就拉了。咁啊，我系录影嗰阵时咧，就未见有阿李继华咧就出嚟解释佢点解要捉鸠佢嘅呢一个嘅原因。咁啊，今朝早听商台讲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咧，佢系曾经出咗一篇嘅文章，引用咗《苹果日报》创刊嗰阵时咧嘅一篇嘅社论，而即系到批评咧，国安公署嘅警察嘅执法嘅态度。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呢一单嘅事件，呢一篇嘅文章咧，曾经喺呢个立场新闻咧就系刊登过。咁啊，而咧就有依個嘅 issue 就出輪咗嚟。咁但係我啊，超哥你同我都知道啦，歐嘉倫係一個基本上人畜好撚無害嘅節目主持人啦。即係依一個嘅自由風，自由風，自從咩心啊？吳志森，即係都去撚咗第二個地方之後就唔撚做啦。咁啊劈咗炮啦。咁啊，其實個節目裏邊嘅依啲嘅立場啊、態度啊，其實都異常中立嘅。即係依位節目主持人，即係。基本上藍絲有藍絲嘅又俾講，黃絲嘅亦都俾講，咁佢好少即係參與有一啲好政治取向嘅呢啲嘅揭露出嚟。咁啊，今次咁撚樣嘅呢一個連呢啲咁撚立場中間，即係講嘢就即係都清過度過，唔會點得罪啊，有啲咩嘅冒犯政府嘅呢一個嘅語調嘅仁兄咧，都周埋。咁啊，超哥你個睇法會係點撚樣咧？咁啊，當然即係歐嘉倫喺我自己幾中咧，即係我。認到佢個樣啦，咁但係我今朝早我都要一段時間咧諗一諗到底邊個係歐嘉倫啦，咁啊去 search 先知啊，記得係自由風呢個，咁誒確實好似如你所講嘅，即係佢即係一個完全係做節目好稱職，兩邊都好鄧得雲，即係你話如果以前大家好不滿，即係話對吳志森話好偏重嘅話，即係感覺上其實都唔係啦，咁話歐嘉倫吳志森都係企喺民主黨嗰邊，都係屌你和你飛嘅責任嚟嘅啦，其實講真老實。系啦，咁但系你话欧嘉伦就更加系做，我觉得佢就真系调翻转头，佢两边称得好足，即系总之一边俾讲，另一边一定要俾埋讲。咁但系你话佢自己立场系点，我觉得都需要尊重啦。即系你佢冇理由因为佢咁样而即系去针对佢嘅。咁但系都冇办法啦。而家香港喺即系而家未来特首即系李家超。新景氣之中，可能我諗即係未去到七月一號選，即係選後佢所講嘅以結果為目標，可能而家呢一刻即係佢唯一一個候選人啊嘛，即係已經係開始
即係雷厲風行佢呢一個嘅方法咯，都唔出奇。即係同埋今日你都見佢佢嗰啲咩班底啊，已經出嚟開始又講話攞咗幾多張提名啦、啊。咁即係已經開始要，好似已經超過咗400張啦嘛。係啊，都好快。咁你其實唯一候選人其實即係仲當選算啦。即係你慳翻啲錢，唔好即係令到香港庫房又劍緊啲啦。诶，唔好搞咁多嘢啦！诶，你中意点嘅啦，为所欲为啦，而家开始。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我哋都可能 expect 紧咧，即系喺呢个选举特首之前嘅呢两个月里边咧，即系其实所有啲反对声音咧，其实都系会破灭，佢都未定啊。系啊，系啊，即系你见《东方日报》之前，即系都屌得好痕啦。即系嗰阵时，我哋咪取笑佢啫，哇，变咗好似苹果咁啊，即系屌系咁屌政府。又鬧你林鄭防疫措施不力啊咩，跟住又話啲香港人走撚曬啊嘛，咁但係當然啦，你見佢而家譬如李家超即係一公布咗話係未來即係特首候選人之後，咁你見佢都已經即刻又重新歸位啦，大升即刻歸位咁啊，係啊，你對佢星期六咧即係上喺恆電。屌你老尾，即系以獨特嘅依一個嘅朗誦技巧去宣讀佢依一個嘅參選嘅依一個嘅宣言咧，你嘅睇法會係點樣？我梗係覺得即係呢啲勤力嘅學生哥嚟嘅，即係嚇，不愧係澳洲嘅大學畢業生，很勤力讀書，死記死讀死記。澳洲嘅依一個嘅包尾爾嘅大學嘅大學畢業生，冇撚咗。肯讀書，咁啊，佢肯定係即係你睇得出，即係平時佢係即係以前上去立法會又好，或者係記招，就係、是、逐隻字逐隻字登出嚟噶嘛。咁你今次你見佢啊，都幾朗朗上口啊，講又好似有文有路，突然間好似點樣飆咗同第二個人上身一樣。咁啊，好明顯係即係有一個好強勁嘅背後一啲參選團隊或者智囊團，即係 back up 佢啦，咁啊俾曬一啲稿佢讀啦。咁啊，即係好明顯啦！你平時見佢面對傳媒咧講嘢咧慢幾拍嘅，個腦咧不停喺度度，不停喺度篩，唔準講錯嘢，即係清過度過嘅。今次咁隨心而發，而講得咁順口嘅咧，唔撚驚錯咧，得一個原因嘅啫。邊個唔係佢寫，佢背中咗，背到朗朗上口。咁啊，即係用獨特嘅朗誦技巧表達出嚟嘅啫。即係呢個係好明顯嘅事嚟噶啦。咁但係其實我都今日喺我嘅節目《Morning Glory》，我都有講過。即係你見到比家超咧咁撚樣去讀稿咧，其實大撚鑊噶。即係將來任何嘅政策，你一個領導人，你所有嘢唔係經理立，人哋幫你度埋，又叫你做讀稿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當佢面對一啲嘅記者朋友嘅提問啊，一啲嘅可能第時嘅佢嗰啲親家啊，民建聯第一大黨啊，或者有啲撚樣唔屬性刷存在感，要撐撚住佢嘅時候咧，佢未必係答得咁撚順暢。春傷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啲唔係佢諗啊嘛，佢個智囊唔喺佢側邊啊嘛，佢讀嗰篇稿出嚟，但係你要解釋點解依一個木蘭詞係點解，你都唔諗明，你齋背啊嘛，即係屌你咩？你叫阿郭靖念咗個屌你咩九陰真經，調轉念都仲得，但係個問題九陰真經點解佢識條撚啊，識條鐵啊，咁同一個道理嘅。咁啊，好明顯你咁樣講之後咧，我一諗到咧，即係未來嗰、那個政務司大熱就一定係。呢、这個同娛樂圈非常之有關係嘅曾即係同曾志偉佢哋好 friend 嘅鄧炳強，咁啊佢確鄧炳強即係佢衰就衰啦個人，咁當然但係你見佢嘅所謂叫 EQ 或者轉數確實係快嘅，咁啊好明顯，如果即係有機會可能鄧炳強上咗去做呢個位嘅時候，就可以即係協助佢，或者有咩事咧隨時就李家超今日就要去上訪啊，咁啊唔得閒，我哋咧就即係呢個咩署任啊嘛係嘛，署任特首，咁啊出嚟見各位。親親父老，咁啊，到時佢答問題咯，係咪？但係佢個選舉嘅團隊裏邊嘅副手咧，係譚志源喎，即係你覺唔覺得譚志源有機會係翻閹入翻呢一個嘅政府嗰啲三司十幾局裏邊佔一個好重要嘅位置都未定咧？咁啊，真係唔知嘅譚，但係譚志源咧，確實咧，佢當年嚟講咧都唔差嘅，即係喺1989個年代嚟講，係啦，即係佢啊，另外嗰個袁國勇啊，嗰啲係咪袁國強啊？佢係咁嗰啲，即係都其實係即係唔算好差嘅，即係比起點解而家一蟹不如一蟹啦，而家嗰啲全部都垃圾啦，咁啊都唔出奇啊，係啊。咁但係我就今日喺個節目裏邊咧，我覺得文化局個位咧，霍英東個孫咧。
即系阿嗰个叫跳水个女人叫咩叫名啊？阿郭晶晶个老公咧，郭晶晶系啊，嗰、那个四眼仔咧，我觉得就好大嘅机会咧，即系佢系想染指做文化局嘅嘢啦。郭霍启刚系啊，咁啊，唉，是但啦。即系将来拆嗰个局出嚟咧，佢肯定系有份系想沾染呢一个嘅位置啊。冇所谓啦，而家佢哋呢个系一个，即系你问我，即系攞阿公钱嘅私人俱乐部。咁你中意开咩位咪开咩位咯，系咪先？你中意玩女人又得，玩有啲钱大家嘅，冇所谓啦。咁啊，冇乜办法啦，即系大家睇呢台戏继续去点样去行法啦。咁啊，而家学校就要屌你老尾开翻啦，即系过捻完个复活节嘅假期。咁啊，你哋嘅小朋友一早啊已经啊，即系屌你老尾翻学啊，当佢四婆唔肯当系一回事啦。咁啊，而家听讲咧，所有嘅教职员咧都要每日做呢一个嘅快测。咁啊，刘宇龙咧就系、是、希望咧啲学生咧分隔吓打针同唔捻打针，打捻咗针咪多课外活动，唔捻打针咪靠边站，坐喺窗门侧边。咁啊，即系呢一个咧，你咁早带走你嘅小朋友咧，都系一件啱嘅醒目嘅呢个嘅做法。即系你谂下，冇捻理由将小朋友唔捻俾佢哋翻学，翻学都要分开，屌你咩打针区同唔捻打针区，仲要系分隔到屌你咩大家嘅呢一个嘅。啊、即是有不同的 privilege 啊，不同的这些权利啊，这样的情况，即是民所未闻，见所未见。其实是你这样讲，其实我都觉得即是很诧异的。即是你试下，如果是即是外国这些即是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试下讲这些，屌你那个卫生部那个局长被人屌到塌地啦，即是你分开两边。即是尤其是小朋友呢，那个心智他不成熟呢，或者是叫做他们不明白这些事情，跟着你跟他们说要分开，还说、哦、分开啦，一边 A 班打针 B 班打针，他们呢会有时会做了一些可能很幽默或者是即不适当的去咪欺凌咯。哇 ,B 班那些邋遢的，哇那些污糟邋遢，我们 A 班那些不跟我们玩的，一定会是这样的。那你变成即是我觉得那个刘宇龙他讲这番说话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他第一他即他纯粹一个即医学角度。但你去怎样去執行，你叫校长怎样執行，叫老师怎样執行，根本是没人的。你说每一日验一次，我们这边都曾经试过的，我们这边呢刚刚开学呢，即是一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都大概一个礼拜是验两次啦，即是三日一次三日一次。咁啊咁啊验到咁咪唔返囉，对啊。咁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嚟緊即是再放宽呢，就是说其实譬如可能 touch wood， 我个仔验到，咁啊家姐冇事嘅，咁啊家姐可以继续翻，系啦。或者譬如你嗰班有超过唔知几多成以上嘅小朋友有事，先可能唔使翻。咁如果唔系咧，你琴日隔篱坐喺你隔篱嗰个黄小明咁样咧，都中咗咧，冇嘢噶，咁啊大家继续翻学得噶啦，冇问题。咁至今其实系去到咁，系啊。咁啊，冇乜办法啦，吓。即系所有嘢道行逆施，你睇下而家上海同埋广州嘅人閪冧，系嘛？派嘢食就屌你咩派唔揾到，有钱佬想食鸡都冇，屌你唯独要考虑要食楼上面嘅黑人。咁啊，今晚嘅呢一个我完咩都讲上海食黑人事件，俾大家笑下嘅，即系都黐烂。上海个大妈想食黑人啫，系嘛？系啊，上海个大妈系下面上海个少妇想食黑人啫，系嘛？即系密谋周去食几日啊？问佢屌你老味，系嘛？屌你老味，即系黐烂事。即係癲撚到一個荒謬啊！即係你追隨一啲即係亂撚曬龍，即係唔啱嘅策略，但係你要全個二千幾萬人嘅城市去跟住你咁嚟癲咧，即係我覺得真係一個好撚荒謬嘅一個黑色喜劇咯。咁我覺得嗱，上海佢要封城，咁啊到最後佢自己習近平嘅足球都要封埋啦，咁啊咁啊即係都有新聞就講咗上海佢嗰個亞冠啊，佢之前有個就係、是、參賽資格，咁佢哋因為都唔能夠封咗城，都唔能夠出去比賽咧，咁啊最後就係要棄權啦。嗯，咁啊傑志就應該有啲機會啦，即係只要係即係打得好少少咧，咁啊有機會會出線啦，咁嘅情況。冇錯，冇錯，冇錯，係嘛？咁好啊，阿超哥，你哋依邊係咪就係快呢一個嘅選舉啦？我哋咧就最後咧，而家就公布咗咧，會喺五月廿一號啊，就係、是、我哋嘅即全個澳洲大選啊，係啦。咁啊，大選咧就確實就都唔係好樂觀啦。即係以我哋嚟講，即係以我哋如果係比較傾向叫
自由党啊，系啦。有几多个党啊？你哋澳洲呢边？其实大党就得两个嘅，即系好似其实好多国家都系，美国又好，加拿大都系啦。大党咧就系得工党同自由党嘅。咁但系另外咧，再会有啲细嘅党咧，就系会左右到嘅。譬如可能因为其实两个党咧，佢哋都好难咧攞到超过 50% 嘅席位。咁当佢哋要去執政或者是要怎樣，那就有些就是好像你加拿大那樣，就有些什麼 NDP 啦，就是 Liberal 加 NDP 做聯合政府啦，是啦，聯合政府啦，混在一起啦，那這邊都是會有些這樣的情況都會發生的，譬如可能你拿了可能三分一，那你另外你又要再群一些，那可能譬如自由黨叫右翼或者是叫中產啦，是啦，就是這樣的，這樣的情況呢，專業人士啦，那可能他們就會谷埋其他一啲叫做比較傾向右邊或者中間嘅一啲政黨，咁就一齊去即係執政咯。咁但係嚟緊咧就Covid 之後咧，好似話個情況咧，咁就澳洲國內個民調咧都係大概係工黨咧最高試過超過差距超過10%。我見到有張相你 share 俾我咧，你有唔知有架 truck 定係乜撚嘢就叫我哋。如果你投票俾工黨，等於投票俾習近平喎，係咪有件咁嘅事啊？係啊，呢個咧就係之前喺 Queensland 嘅一單新聞嚟嘅。咁啊有一個小嘅政黨組織咧，就係去租咗架貨車啊，咁啊整一張好大嘅 banner 咧，就去做即係呢一個宣傳咁樣咯。咁啊，咁當然啦，即係佢就係一個諷刺啦，即係話你投工黨，因為其實工黨咧過往咧，其實確實係有好多千絲即係同中共一啲即係金錢上嘅千絲萬縷嘅一啲來往嘅，咁當然啦，自由黨咧都有啲撲街咧，都係會同都係即係都係奶共嘅，或者係即係覺得中共係好嘅，甚至乎而家有一啲民調，但係當然呢個民調，我覺得係比較其實似係傾向去訪問純係訪問華人，咁啊都話覺得習近平是一个好主席，反而他如果知，即如果是揀而家澳洲的总理，定是你会揀习近平，是有六成人是觉得揀习近平是好过澳洲的总理的。咁我你都知啦，你咁你翻中国啦，你在澳洲系咯，咩中国咁捻好，你黐捻线嘅呢啲人，即系讲嘢都口不对心，于若鸠字嘅真系。咁但系，所以我觉得其实个访问其实都是很扑街的，咁點解你唔係揀工黨或者係揀自由黨或者一啲細黨嘅一啲即係主席去 compare 咧？啲無啦啦揾個屌都唔係澳洲嘅主席，你去 compare 乜鳩嘢？你冇喺度同拜登比。咁但係呢啲報紙係華人嘅刊物啦，你唔好睇咁撚多嗰啲喎，定係真係當地嘅主流媒體嚟㗎？呢篇嘢出咗之後咧，當地主流媒體都有報導，係嘛？咁但係係啊，都有報導，好戇鳩㗎。我告诉你，你那些华人的移民呢，你这样答呢，你这些 白人的澳洲人呢，你就会很认真你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不智的这个答法来的。你应该说我来到澳洲，我当然是在澳洲的政党里面选 leader， 关习近平什么事，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善救我，应该早就要这样去覆桌嘛。是啊，所以我觉得答都是戆鸠，问过你都是戆鸠。是啊，低能能的。即自从呢你以前有个四眼佬，嗰、那個四眼佬啲普通話好撚流利嗰、那個屌咩撚嘢文，我唔撚記得咗咁撚嘢總理，即係佢上場之後咧，我就覺得你澳洲扯撚咗好多嘅新移民過去啊，學留學生過去啊，投資移民啊咁撚樣，咁啊即係嗰條嘅撚樣咧，基本上就滲透咗嘅嗰個撚樣四眼文，係咪叫歐文龍啊？唔係，唔知乜撚嘢文啊？系啊，算啦。罗克文，我记得啦，定系点撚樣啊？屌你老味！哦，係啦，上一屆咧，其實。是啊，我都記得。咁其實係十幾年前，大家其實都好救命嘅，即係話佢嗰個政策係 favor 大陸嘅，咁啊令到大陸一啲移民又好、投資啊、資產啊乜乜柒柒咧，咁啊進入咗嚟澳洲咧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啲朋友講開咧，即係話而家嘅澳洲有一啲大學咧，之前咧係收好撚多大陸留學生啦。咁所以咧嗰陣時澳洲嘅樓市都好暢旺嘅，即係所有 apartment 咧賣咗咧都係愛嚟投資咧，啲人咧愛嚟租俾啲大陸留學生住。咁而家啲 apartment 咧就撲街啦，喺個濫用，因為咧而家Covid 之後咧，啲大陸留學生咧就好，即係有一大部分咧就已經係
翻咗佢哋中國。咁但係咧留得低嘅，或者係而家已經係講十幾年後咧，已經有趨勢就係話嗰啲畢咗業嘅，有啲就喺度做嘢啦，有喺度就做 professor 喺教書。咁其實所以咧，見有啲唔係咁好，或者係話喺做咩？你突然間後面有涼風就係啊，有啲聲係啊。即係如果唔係咁好，或者係比較看錢，即係睇錢開眼嗰啲大學咧。你見到的老師又好，或者學生咧，全部都是揾皮膚欺人之。哦，我知道，我知道，校工又是中國人，小食部又是中國人，學生又是中國人 ，instructor 又是中國人，助教又是中國人，大學的校長就是一個鬼佬咁樣嘅啫。係啊，係啊，差唔多啦。咁之前就有咩控制學院咧，就同一些大學咧就即係有做交流嘅。咁但係呢幾年咧，就總理即係阿咧，就話即係唔係好鼓勵呢樣嘢咧。其實有好多大學咧都已經冇做呢樣嘢啦。咁啊，因為我就覺得啦，即係好希望你哋嘅總理即係行落去啦。即係其實我都覺得佢都 so far OK 咁啊，只不過係俾呢一個嘅疫情搞緊個閪冧啦，前一排又山火啦，係嘛？即係好撚多嘅，即係唔好彩嘅地方咧，湧撚埋曬嚟。咁啊，到而家即係到疫情嘅尾聲啦，經濟開始復甦啊。咁可能好諗多嘅人咧，就會覺得佢 suffer 咗咁撚耐咧，就歸咎舊病咗落去。咁但係如果你選撚咗一個親共嘅依一個嘅左翼嘅依一個嘅政府咧，都幾撚大粒鑊啊！咪好似你哋加拿大咁樣咯，即係就係國債就一定會升嘅，因為你要派錢嘛，不斷去派錢去討好啲基層，啲基層咧就懶個閪嘅，總之就唔撚做嘢嘅，係啦。咁啊變咗即係你政府係就會不斷嗰個國債就會。就會禍及下幾代的即係國民啦。咁但係冇辦法，即係你個國家係自由民主嘅時候，佢哋自己去選擇嘅時候，你都冇辦法。好啦，復活節咧，咁我都要講下我哋嘅節目安排啦。咁啊，由於喺復活節啦，即係我老闆要釘十字架啦，咁我即係作為佢嘅信眾嘅，咁啊，即係我都要服侍下佢啦，同埋即係好撚多嘅宗教活動咧，我要出席。咁啊，由星期四嘅晚上啦，到 Good Friday 啦。到星期六啦，同埋 Easter Monday 咧，都有好星期日又主日啦，都好多嘢要做。咁啊喺嚟緊嘅呢一個係咪十五號啊？超哥，星期五係十五號係嘛？定係十六號啊？我而家呢個睇星期五係四月十五號。好啊，四月十五號係，同埋星期一。四月十八。四月十八。係啦，星期五嘅四月十五，同埋星期一嘅四月十八 ，MIHK TV 就冇直播嘅。朝頭早嘅老阿 Morning Glory 咧都係暫停嘅 ，OK。咁但係咧，四月十六同埋四月十八咧，依、這個星期六同埋星期一咧都有鱷魚談嘅。咁我做翻 minimal 嘅一啲嘅broadcasting 啦。咁但係整體咧，依兩日星期五同埋星期一咧，有 Easter Monday 同埋 Good Friday 咧，我哋暫時就會休息。咁好啊，咁我亦都同阿超哥傾掂數啦。咁啊，超哥平時咧都會拍好多嘅片，就講佢澳洲啲生活啊、點滴啊咁樣。咁我就想超哥咧做翻一个星期五嘅新节目，半个钟头嘅，短短地就即系都知道个名啦，叫超哥澳洲 free 人生活。咁啊，即系我哋 MHK 每周通讯 spin off 出嚟嘅环节咧。咁啊，而家会变一集独立嘅，一个三十分钟。咁啊，超哥可以讲下佢生活嘅点滴啊，同埋揸大旗咧，可以啊，即系隔咗个大唔知乜捻嘅洋啦，太平洋又好，一大洋洲又好，即系你可以咧就即系畅所欲言讲下香港一啲嘅时事啊。講你一啲嘅睇法啦，咁啊又有正經啦，亦都有一啲生活嘅瑣碎嘢啦，生活嘅小貼士分享啦，講下玩具啊，咁啊好 free 嘅一個嘅節目就係、總之啊，超哥喺依一個嘅澳洲享受緊佢嘅 free 人世界咧，咁佢就同大家分享佢嘅生活點滴啦。係啦，可以即係盡量去同大家 share 下即係未必淨係集中於我嘅身份嘅。咁可以講下澳洲呢邊，其實當你哋移民咗過嚟或者嚟到呢邊生活嘅時候，一個新移民啊，咁有啲咩你要注意，有啲咩做啦，咁啊可以去一齊去學習下啦，一齊分享下啦。咁啊都好多網友咧都對我仔好好奇嘅，咁我都會係拱手相讓，將我仔交出嚟俾大家欣賞下。咁你小心俾人點到相啊！啲小粉紅針對你啊！你都知你幾多野火噶啦。唔係呢邊啲小粉紅好靚規嘅。好啊，超哥，讲讲我今个礼拜筹稳咗几多期啊？好，你等等啦，而家即刻开出嚟先。系，今个礼拜
我见到啊，今个礼拜咧，我哋截至上个礼拜四月五号至到今日十一号啦，咁又有港币2219.34嘅，咁截至到上一期3月14号至到今日啦，咁就有26569.85而加拿大币咧就有30蚊嘅。咁啊，加拿大嘅网友啊，我第时作一段时间翻嚟嘅时候咧。都靠你咧，就系众筹支持下我哋噶嘅制作费啦。咁啊，因为我过到嚟嘅咧，就真系要使加币啦。咁我就用翻加拿大户口嘅钱咧去拍摄啦。咁啊，首先啦，即系我亦都会去 Quebec City 啦。咁我亦都会去依一个嘅 Calgary 啦，希望可以咧帮大家拍到一啲嘅节目翻嚟啦。咁啊，依啲咧当然旅费就靠我自己啦。咁啊，但系即系有一啲嘅使费啊，咁我都要靠啊，即系大家嘅支持帮助，我至拍紧到一啲嘅节目去俾大家欣赏啦。咁同時之間咧，我哋都約咗何林茂老總咧。今次我翻去咧，就係、是、要去睇翻以前當年尋金熱啊，嗰啲華人啊，佢聚居嘅一個嘅古鎮啊，嗰度有好多嘅歷史嘅嘢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即係加拿大嘅網友，如果想睇到呢啲唔等同嘅資訊咧，咁啊都要大家嚇幫下手嚇，即係交下台費，又或者眾籌啊支持下我哋啊咁樣樣嘅依一個情況啊。咁啊，遲啲啦 ，MHK TV 啦，咁我哋都啊，即係希望可以繼續我哋嘅而家依一個嘅做法啦，即係。以攞我做一個嘅中心點，咁然後聯繫唔同地方嘅朋友啦。咁啊，而家阿超哥又喺澳洲啦。咁啊，李大夫又嚟緊澳洲咯噃。今日出街依一日咧，李大夫亦應該去咗澳洲噶啦。佢應該到咗 Melbourne 啊。係啊，佢應承我咧就會去依一個嘅 Sydney 咧同你會合。咁啊，跟住咧佢又會轉陣咧就要去台灣一段嘅時間啦。咁啊，變咗阿李大夫咧可能就會做咗台灣嘅依一個我哋嘅代表都未定啦。咁啊，又有澳洲、有台灣、英國、加拿大咁啊。看看怎樣去找到美國的朋友，我們就差不多主要的華人都喜歡去或者香港人喜歡去 的地點呢，都有我們的聲音就帶到他們當地反映的生活的資訊給我們，也都可以反映到香港的現況給他們知道到。是，另外補充一下呢，就是我們的訂閱人數4月份呢截至到今天呢，我們138一個月重溫就有27人，是半年666蚊嘅重温咧，就有10人嘅。咁 total 咧，而家咧，我哋由上年11月開始咧，一個月嘅重温咧就已經有221人有交月台費啦。咁半年重温咧就去到有372人，而 Patreon 咧就升翻咧就有164人嘅。OK， 半年重温咧，因為我哋由10月份開始就訂666蚊啦。咁其實咧。依372人咧，全部都係一啲 active 數嚟嘅。咁啊，好老實講，咁啊，去到6月咧就大 job 噶啦，因為佢哋就會完結咗噶啦嘛，個 contract 係咪？係。咁啊，即係到時我哋要反映翻啦。咁啊，221人嘅138人嘅依一個嘅月費嘅訂閱嘅用户咧，其實就唔係221人咁多嘅，可能就係得翻而家係20-30个嘅啫。因為一啲係3月跌落嚟嘅，一啲係 active 嘅4月份嘅依啲嘅月費嘅觀眾嚟嘅。咁大家可以了解到，我哋唔係話真係賺咁撚多錢嘅朋友咯。系啦，所以就大家继续即系支持我哋啦，即系未订阅嘅都鼓励你系订阅去支持我哋嘅台啦。嗯，咁好啊，你啱啱过去个 weekend 就睇咗《时代革命》呢一套戏啦，咁啊冇制光啊？我就冇嘅，我就尽量强忍啦，即系因为自己睇嘅时候，我都有一个心理准备，都尽量系叫做自己希望可以压抑住，可以睇晒到戏嘅。咁我都知咧。譬如我戲院咧都有幾類人嘅，咁有一類咧就好似我咁樣，盡量就係壓抑住自己，盡量係希望係睇曬成個即係 story， 成個紀錄片所有入面一啲訪問咁樣啦。咁亦都有一啲人咧就一路睇咧就一路史上上，即係嗰包 temple 咧就一路又史上上咁樣啦，有啲喊到犀利。另一類咧就係、是、完全係太過投入喺個畫面入面嘅，就當即係啲黑警啊或者係一啲。衝突現場即係拘捕嘅時候咧，就老尾後生仔都拉，記得咪嗰時理工嗰時咧，有一個僆仔被拖出嚟，跟住有個警察咪行埋去，一腳就踩落個頭度嘅，咁好震撼嘅。咁啊，當然即係嗰一個畫面咧，係睇到好多人咧就即時咧就係用粗口回應啦。咁啊，當然即係變好似置身咗喺場，即係嗰個現場咁啊。咁啊，套戲就2.5个钟头嘅。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如果海外嘅華人咧係好值得，或者係所有全世界嘅人啦，好值得係去睇呢套戲。呢套戲唔單止淨係記錄咗即係2019年去到二零二
2020年港法那段時間一些、即香港抗爭或者是一些香港一些事情，而是講緊即係話佢入邊有好多個嘉賓，譬如可能有佢最細嗰個訪問嗰個人咧，11歲一個小朋友，有個14歲、15歲，有啲係車手，係20幾、30歲，咁亦都有戴耀廷，有阿李儀，有阿林維基，有阿陳白，亦都有何桂蘭，咁啊有好多個嘉賓。咁當然啦，你見其實入邊基本上所有嘉賓咧，一係就喺獄中，一係你就已經係離開咗香港。咁啊，確實係好慨嘆嘅。咁但係你見到入面咧，其實佢嗰個 topic， 即係嗰個戲名叫《時代革命》咧，我唔覺得佢淨係講緊即係話因為個嗰場運動入面其中一個口號，而係佢講緊即係話呢套戲入面係講緊香港由回歸至到而家差唔多25年，有幾代人喺呢一個過程入面咧，佢經歷咗嘅一啲事情，或者係喺2019年。無論是老中青，他們在這個運動裡面他們的所有的經歷怎樣去分享，以及怎樣在那個過程是有講到出來的，我覺得所以才會叫做一個時代的一個革命。嗯，那好了，那我都知道你訪問了當地一澳港聯的朋友，也都是今場的時代革命這套電影紀錄片的搞手，那稍後你都有一些片段給大家看看。是，咁澳港聯係咩組織啊？澳港聯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就係應該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咧，已經係成立咗一個叫做華香港人或者叫華人喺澳洲一啲遊行示威嘅一啲前線，即係叫做搞手咯。咁佢哋亦都係有之前試過喺澳洲不同地方啦，譬如 Melbourne 啦、啊。或者係 Sydney 咧，都搞過一啲大型嘅遊行示威，去支持當時運動即係嗰個情況。咁亦都搞手都講過，就係話當時嚟分享就係話佢亦都試過佢哋搞活動嘅時候咧，會有啲小粉紅咧就會嚟搞事衝突，甚至乎會有肢體碰撞。咁啊，最後佢話曾經有個活動都係拉過人，即係拉小粉紅啊，係啊，係係。咁啊，即系大家最紧要团结啦。咁啊，即系唔好再有上次吓、啊，即系出嚟拗烂脚啊，又或者屌你老尾，即系呢啲嘅啊 royalty 嘅费用嘅呢啲嘅纠纷，再出咗嚟俾啲人入位啊。第一就俾啲吓蓝媒党媒出嚟抽水，第二就俾呢啲吓远在海外系嘛，即系前线又未见过去见过，每一次上街都未见过佢身影嘅人咧，就喺度指指点点。懶嘲熱諷啊！咪就班嘅傻閪走去屌你老母捐身家咁養鳩呢班嘅海外嘅冷氣軍師，係咪？即係我覺得就好唔撚值得啦。係，其實以我哋所知咧，其實我哋每一張飛咧，其實就唔係好貴，都係幾廿蚊，即係35蚊澳元啦。咁你就有數一計，都係100-200蚊。咁但係其實因為而家咧，始終仲未係去到咧，好似台灣嗰個情況，就係話佢哋會有一啲發行商咧。是正式在個戲院度包銷嘛，咁所以其實我而家仍然係用私人名義係去包場去睇，咁其實個成本係好貴，咁所以你話套戲係咪有錢賺咧？我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咁所以其實就大家即係唔好太着眼於即係係咪好好收視，所以佢賺到好多錢，而係我哋真係要去着眼於就係套戲有幾多。香港人或者有幾多世人係能夠即係睇得到所發生嘅事情？其實我講句冷即係潑冷水嘅説話，你喺唐人街又好，或者包場好，全部華人去睇咧，係冇撚意思嘅，因為你喺度即係自己舔下自己依一個傷口，自己幫自己打鳩氣，即係打緊咗場咁大型嘅依一個嘅抗爭活動，而一定要海外更加多嘅其他嘅朋友咧要知道，包括你哋當地嘅啲嘅白人嘅澳洲人啊，不同種族的呢啲嘅澳洲人都可以知道香港的依一個嘅情況。最好當然呢套戲係可以去到一啲 regular 嘅戲院裏面播放，並唔係一啲嘅香港人的圈子裏面啊圍爐取暖，睇撚完之後當咗自己抗爭咗，咁啊即係唔係幾好啦，啱唔啱啊？咁但係即係希望都可以多啲人睇到周冠威嘅依一個嘅作品，了解下喺2019年嘅依一個嘅叫咩抗闊波瀾嘅依一個嘅壯闊波瀾嘅依一個嘅香港嘅一個嘅。社會的運動啊，社會的抗爭啊，咁嘅情況。咁啊，即係如果呢套戲仲有機會喺你哋嘅城市裏邊啊 ，New York 又好 ，LA 又好，
蒙特利爾啊、Toronto 啊，邊度都好。咁啊，希望你哋唔好淨係我哋得華人去介紹一啲關心香港嘅外籍嘅朋友，又或者可以請你哋嘅國會議員咧，再去睇下咧，啊，點樣瞭解下香港嘅事咧，點啊，好事嚟。嗰日都有少去啦，即係我諗九成都係香港人睇啦。咁有可能有啲 couple 就係因為佢老公或者係鬼佬或者鬼婆，咁就有去即係帶埋去睇咁樣咯。係啊，但係真係好少。係啊。咁啊，節目結尾啦，我就知道啊，我俾件好好嘅嘢睇下，就係、是、我網友幫我咩噶，係一個好嘢啦。你有冇有件好嘢啊？我都有啊，喂，我都要多謝翻一啲網友嘅大氣咧，就話俾我聽點樣去買玩具。咁我最後咧就喺一個日本嘅網站咧，就直送嚟香，即、就、係、是、直送嚟澳洲呢度啦。咁當然即係貴少少啦。咁但係咧就。within 一個禮拜內咧，我就已經買到呢只嘢啦。咁啊，好多謝各位，係啊，多謝你。好多嘅網友咧都好關心啊，超哥驚冇冇玩具玩，咁啊，即係不約而同咧，十鳩幾個朋友咧都 WhatsApp 叫我就轉介去同阿超哥講，佢哋可以幫到阿超哥搞網購嘅嘢。咁大家都好關心啊，超哥喺度咧就係借呢個機會多謝各位一個網友嘅。係，多謝各位。好啦，我哋事不宜遲啦，咁啊，記住。四月嘅十五号同埋四月嘅十八号，我哋呢两日 Good Friday 同埋呢一个嘅 Easter Monday 咧，我哋系冇广播。咁啊，四月嘅十六号同埋四月十八号咧，就有鳄鱼潭嘅。咁我都优惠翻我嘅订阅啊，我哋嘅 Patreon 嘅老友咧，等翻佢哋咧都可以咧睇到鳄鱼潭啊！呢个节目唔肯走数嘅。咁啊，但系 free 嘅节目咧，我哋就喺呢两日暂停啦。咁啊，因为你嘅老友阿鳄鱼咧，就真系要吓，即系侍奉翻佢嘅呢一个嘅老板。老闆釘十字架，我都喺側邊要幫佢嚇，即係騎下島幫佢嚇孭下十字架啦，啱啊？係，冇錯。咁啊，即係復活節，我哋就休息下啦。咁我就會繼續去放假去玩嘅。咁啊，記住啦，哇！下一個禮拜開始咧，阿超哥嘅依一個嘅 free 人生活就嚟噶啦。好，冇問題。下個禮拜見啊！嚇，咁啊，好啊。咁啊，今日係咁多啊。咁啊，唔該啊，小花幫我哋啦。咁我希望我哋盡快解決埋一啲嘅。技術上嘅問題，咁啊變咗老啊，可以一個人去操控曬咧去錄影嘅呢一個嘅情況，唔使煩到阿小花噶啦。OK， 咁啊，大家繼續要支持 MHK TV 啦，營運啦、眾籌啦，同埋呢一個嘅月費啦、Patreon 嘅計劃啦。咁啊，一日小花飲啤酒都係靠大家，超哥可以有錢買玩具都係靠大家噶啦。冇錯，雞雞可以養窩窩狗又係靠你哋噶啦。啊 ，OK， 係，仲有期啊，期都過得嚟。二月二十号啊，四月二十号之前大家订嘅菠萝啊、凤梨啦，同埋依一个嘅 T 定蜜瓜咧，就会开始送货去俾大家噶啦。搞猫仲会亲身揸车送货去俾大家嘅。好，咁好啊，今日系咁多啦。跟住去播啊，攞阿超哥去访问依一个嘅澳港联嘅依一个嘅搞手吓，即系搞呢个时代革命喺澳洲悉尼播放嘅朋友嘅。咁啊，结束今日嘅 MHK 每周通讯。好，拜拜。拜拜。見到嗰度可以係踩單車行，呢度就可以行啦。但係上橋嗰度要俾錢㗎。人喎、哦，人又唔使嗱，呢度平路人可以行。係咯，可以免費行過去嘅。免費行過去，你可以如果揾人嚟咧，可以喺呢度咧。如果喺度行，但係上面圓形嗰個咧，我記得就係要俾錢嘅，好似唔知幾二三千蚊咁樣㗎嘛。係咯，同埋啲水，我呢度黃，即係拍都見到好黃。如果你咁嗰啲，我頭先你食嘢一個行上去咧，再行個橋，再落翻個橋做 rocks 啊嘛，都好重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行咧，如果係個半鐘咧，好好嘅 exercise 去喎。喂，攰啦。以前就要行樓梯，而家有 lift 上。哇！而家呢度就真係睇唔到啦，連 Opera House 都睇唔到啦。開始。
咁啊喺澳洲咧有幸喺 Sydney 就有公開播放，咁啊我就揾到一個其中嘅搞手，義工啦，咁啊你叫咩啊？我叫 Jane， 咁啊講下佢哋今次即係做一個公映嘅一個分享啦，或者一啲經歷啦。咁我想問一下喺呢邊即係之前其實。去到我見英國都有搞啦，或者台灣有吧，咁啊好多香港人或者華人都好想喺海外了解一下到底香港喺2019年經歷過啲乜嘢啦。咁你哋係喺個籌辦嘅時候啊，係個即係經歷或者係點樣噶？咁我哋都係同時代革命嗰個團隊咧去磋商嗰、那個攞、個。版權啦，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喺呢度嘅香港人住喺唔同城市啦，所以我哋就拉入咗6個城市嘅香港人組織一齊辦呢一件事，咁變咗咧，我哋同一時間咧就已經係喺澳洲有6個城市咧一齊係放映嘅。係，就香港政府就話唔容許呢套戲喺香港上演啦，咁亦都知道。之前都有啲是非，即係話版權問題啦。咁作為海外嘅華人或者香港人啦，咁搞呢個活動，而我又訪問你嘅時候，你又願意即係真心想即係上鏡啦。你會譬如擔心或者係覺得啊都冇乜咋咁樣咧，即係有冇壓力咧？其實由2019年開始咧，我哋好廣聯已經籌組咗好多活動啦，包括集會啊、遊行啦。咁我哋覺得我哋都有啲唔同成員咧，都分別都曾經活動上過啦。咁我哋覺得我哋身處於澳洲，我哋係香港人，我哋有責任去為香港人，我哋有責任為香港人發聲啊！喺呢度，亦都有責任將呢一套戲帶好去俾我哋嘅香港人社區，甚至係華人社區啦，華人社區啦，甚至係呢一度嘅澳洲人嘅社區主流社會，去睇到2019年香港發生咩事嘅。咁呢樣嘢係我哋責無旁貸去做。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使而家有國安法呢樣嘢啦，宇宙無敵啊嘛。係啦，宇宙無敵，但係我哋覺得，如果我哋驚咗呢件事嘅話咧，我哋就咩都唔做唔到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企翻出嚟去做，而且我哋係身處喺一個自由民主而且安全的國度，我哋應該要做多啲添。係嚟緊，其實我唔知道澳洲會唔會仲有機會係，或者海外其他地方會唔會即係可能澳洲講緊就係話會唔會真係正式可能會係上公映嘅？我哋都會努力做到呢件事嘅。咁我哋而家都會嘗試同啲戲院去磋商，睇下有冇機會將呢一套戲正式公映，咁可以介紹，即係真係介紹翻俾呢度嘅所有澳洲認識，即係澳洲人啦。澳洲人啦，咁呢度都有一啲媒體都有 coverage 啦，我哋呢個放映會啦，咁其實都有好多澳洲 local 咧 email 俾我哋話，我哋好想睇呢套戲。咁我相信我哋嚟緊都會努力做到呢件事咯，就正式公映咯，今日。好，咁我就初嚟澳洲新移民嚟嘅，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就係話呢邊即係多唔多小粉紅，或者係其實華人即係。親共啦，或者係所謂叫做對中共有意見，係個比例係點咧？啊，呢度比例咧就相當之高啦。你都可以講下嘅。小粉紅喎。小粉紅，唔好意思啊。呢度有聲嘅。OK， 我係 Chris。如果係 Sydney 嘅情況咧，其實都有小粉紅嘅，但係佢哋嘅程度咧就冇其他城市咁猖狂嘅。係。可能佢因為我哋呢度個黨唔係工黨嘛。都有可能有呢個關係啦，但係佢哋係咯，少冇咁猖狂。係。我哋墨爾本咧，因為我嚟自墨爾本嘅。咁墨爾本咧就曾經遭遇過好多嘢㗎啦。啲小粉紅，甚至我哋試過喺集會現場啊。咁咧就直情嚟抗婚嘅，係好嚴重的。即係踩場啦！嚴重衝突啊！係2019年8月15日嘅。係。嗰時是一個全球嘅集會。係。我聽過係咪 Sydney 遊行嗰度啊？唔係喺 Melbourne。Melbourne 都有啊。OK。而且係拉咗兩個人嘅。係。拉咗兩個小粉紅嘅。係。咁啊，都係嗰次係好嚴重啊！嗰個衝突係。係啊。係啊。我哋都希望多啲香港人同我哋接觸啦，咁啊壯大我哋香港人社區。好，咁啊今日訪問澳港聯係嘛？係啦，澳港聯係啦，係咁多先，咁啊第時再 keep update 大家。OK， 多謝。